在智慧国里，我们把等候时间化为亲子时光，即使独自一人，也能获得医疗团队的悉心照顾；不在公共场所，也能获得公共服务。我们把课本上的知识化作逼真的学习体验。还没踏进家门，就已经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在智慧国里，我们全力推动科技创新，让国人有更多时间享受生活。让我们汇聚万千智慧，把新加坡打造成智慧国。